下去只会埋眼流。也许我的枝桠凋零下的无暇，是收获谜底的代价。迂回着伤越信任的发，他洒下手中牵挂于桥下，前世尘埃沾了掌心刻了，你眼中烟波滴落一滴墨。若佛说了放下执着，我才能不能不情去附和。一想到你我就恨情不上所有苦海秋，心才突然浪花影中游，相思无用再写什么旧。为人多久跟你下棋啊，实在是无趣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不好看，你看。下个棋而已，非要搞出这么大的阵仗，不知道这下又要给月老添多少麻烦。人间那么多痴男怨女，咱们这也算行善积德了。相公，好多流星啊！相公，我们要恩恩爱爱，永不分离。有子必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本帝君也好想跟心爱的人一起在流星雨下许愿，你想不想？ 少看点人间话本吧，我们之间哪有那么多情爱？人间和仙界有何不同？不都是要娶妻生子吗？怪不得你最近修为没有什么长进，哼，原来全把时间花在人间话本上了。你就知道说我，玄儿不也喜欢？哟，北斗帝君这是在演西施捧心吗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怎么还不走啊？执念如此之深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如此冥顽不灵，就休怨本小仙在你化去。 看来这好吃的东西当真难做，以后再也不馋嘴了。 那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。嗯嗯嗯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白玉霜方膏，人间的吃食。帝君记性真好。 你尝尝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味道还不错。真的，帝君要是喜欢，我每天都给你做，还有好多呢。但莫要忘了正事。今日。 幽离禁怨灵进化的如何？没有受伤吧？嗯。对了，今日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怨灵，我进化不掉他，但是吧，他好像也没有想杀害我，好像想告诉我什么。或许是他执念太深吧。以后若要再遇上这样危险的怨灵，莫要靠近，告诉我便是。 那我们为何不帮他了却执念呢？六界众生执念万千，又怎能一一了却？能帮一个是一个呀。天道自恒，六界所求不过云烟。他们不懂得这些道理，但你我应该看透这些，无需执着于此。执着于此。 你要记得，日日去幽离境净化怨灵。若遇到危险的怨灵，保护好自己。我不是次次都能及时赶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吃这些吧。我就知道，帝君对我最好啦。起来吧！谢天帝。众位仙家，今日召集你们来，有2件要事。这第一件，自从上次天劫之后，我仙界已太平了许多年，然仍要居安思危，不可有丝毫松懈。纵观这些年，我仙界新一辈小仙，大多资质平平。 他们懈怠懒惰，疏于修炼，仙界无可堪大用之才啊！是老臣办事不周，以后一定督促各小仙勤加修炼。参见父帝母后，拜见天帝天后。都起来吧。成儿，你来的刚好。父帝找我何事？成儿啊，你在幽灵禁地净化已有许多年了，从今日起，你可正式参加朝会。哇！谢父帝。天上白玉京，12楼5城，就算是这天地6界之子都加在一起。 也不及北斗帝君光风霁月，鸿渐之仪。北斗帝君自幼勤学苦练，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，的确是最合适人选。晨儿，今日母后看你气色不佳，是不是近来净化怨灵，过于操劳了？多谢母后关心，这是晨儿分内之事，也要请母后时时保重身体。 敢问天帝，那第二件事是何事？北斗帝君，好久不见。